道县政府环保局112年度向政府申请经费，加上县政府编列到2000多万，来替换到6个乡镇市老旧的粪扫车甲清运车。另外，再来购买到消毒的设备，总共125台，提供予13个乡镇市来使用，要加强防疫消毒的作业。即天是伫个县立的体育场来举行着交车启用的典礼，把这车辆甲设备交予乡镇市公所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